有60多年历史的鹿港埔尾清安宫，在管理委员会和信众的努力之下，进行庙宇整修施工，在26号举办出火动土仪式，祈求工程顺利圆满，未来提供予信众更加舒适、更快的参拜空间。鹿港埔尾清安宫主事清水祖师是当地居民重要的信仰之一，有真侪信徒。近年来，庙方以及信徒的努力之下，清安宫将规划重新兴建，甲清水祖师打造一个更加好的防灾环境。到这段时间已经差不多啦，60多年啊，有这个有啊，有这久的时间，那都在信仰家，大家都我那足热心的。哦，啊，就有咧提讲要来甲祖师吼，啊，起一间啊，迄个庙宇来甲伊，啊，互伊带较舒适，互伊甲伊贡献安尼啦。镇长表示，清安宫清水祖师相当灵性，有真侪信徒，相信伫正信徒的努力之下，兴建工程将会非常顺利。鹿港埔尾清安宫啊，即、這个清水祖师今仔举行啊，即、這个出贺啊，动土的即个仪式，尤其咱的即个清安宫。清水祖师心想吼，安尼即个咱地方跩先生的一个朝拜，啊嘛非常的感恩，安尼保庇着大家，啊，这次由咱的委员会啊发起啊来筹措吼一个新建工程，啊心想吼地方大家吼真踊跃的参与，相信即个动土即个仪式啊，透过咱清水祖师的即个保庇，啊嘛会当吼即个工程的当顺师，啊也欢迎历届吼啊咱所有跩先生来。参与啊，这新建工程。强主表示，伫动土了后，工程将陆续开始进行，未来将会起更加快的环境，提供信众拜拜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